这里也不用慌啊，我们就把这个光珠拼进去就好了。哎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非常简单？哎，这边是，干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影。今天我们要来玩的这款游戏是《神魔之塔》。其实我一直有在断断续续的玩这款游戏，可能无聊的时候就可以打开，然后稍微动一下脑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你们看我这个封面，还特别去找了一个《鬼灭之刃》的，相信这个抽卡运会提升，肯定会提升啊，好不好？那这次有跟《神魔之塔》合作嘛？那我们今天就稍微来抽一下，好不好？来抽一下，看看我们35抽能够抽起几只。十抽，直接抽起来。噔噔噔！究竟哎，有大奖吗？这什么东西？怎么是垃圾？哦，我有豆子了！哦，这个腿好香。蝴蝶忍，蝴蝶忍就有桌面嘛，抽到了，抽到了。还有谁？小猪猪也抽到了。还有谁？还有没有？还没有？哎。好欸，两张大奖了，各位，两张大奖了，还差两张，还差两张。欸，就这样哦，十点之后才两张大奖，哇哇，我真的是哭了，真的，我真的是哭了。欸，不是欸，我这个几率烂得跟屎一样欸，你们看我这十点抽，哇哇，干，干。一堆大便啊，一堆大便啊！为什么有五张猪四啦？哦，肯定是这个桌面有问题啊，好不好？我们来换一个，来换大哥，哎，直接大哥换起来，好不好？再进行一次，没有问题。我们再十连抽，再十连抽，直接抽爆！噔噔噔噔噔，拜托了啦！哎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不是哎，真的不是哎，哦。三一抽到了，还有谁？这一次有一、二、三，三张大奖欸，然后有一张是新的，新的可能是大哥哦。我们大哥是不是中了？是大哥吗？还是探长？碎啦！各位，直接中大奖好不好？直接中大奖。这个炭治郎呢，是这一次神魔的1%大奖，好不好？1%大奖被我抽到了，太开心了。那我们。还剩大哥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还剩大哥。我们现在桌面是放大哥，然后结果抽到炭治郎。那我们再把桌面换成炭治郎，就会抽到大哥了，好不好？再十连抽，哎，不要不要，嗯，还是要一抽一抽抽啊。我们先五抽，如果没有再十连抽，噔噔噔，哇，垃圾，好了啦，各位直接十连抽啊，出来吧，大哥，不要再躲了，大哥，剩你了，剩你了。啊！怎么又是你？哎、欸、哦，一二三四五，五张大奖啊，各位，有了啦，大哥有了啦，终于有了，终于有了，很好很好 ，very good。哇，我有三张烫字郎哎，很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战机啊，好不好？一二三四五，三十五抽十张大奖，算是好吗？不想被大家看到我奇怪的东西了，不好不好，这样不好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，到这边结束了，没有啦，没有。那既然我们都抽满了，就直接来挑战这个下弦之舞类的地狱级，好不好？轻轻松松啊，轻轻松松，我们都已经有这个炭治郎了，怎么可能输嘛，对不对？不可能输啊，大哥没有输。战斗一至六，这什么东西？首批消除七连击啊，首批消除六连击哦，这边是要固定七跟固定六，是不是？非常非常简单，我们先洗技能，先洗一回合，好不好？先洗一回合，然后这里我们先把七 combo 的打掉好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是七吧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哎，完美，刚刚好，好不好？顺便展现一下我这个转珠实力，平常是有在玩的，好不好？不是跟风啊，绝对不是跟风啊。嗯，这里我们再洗一回合 ，OK。
哎呦，这么痛！不要这样啦。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一二三四五。哎，为什么会变气了？白痴！哦，受不了，我智商哎，这个受不了，真的是。你们真的要死哎！不要这样啊！一二三四五六，这次确定是六吧？一二三四五六，哎，没问题，放手，可以，太简单了，太轻松了。这种六 combo 七 combo 对我来说，用老二。OK， 那我们马上来到第二关啊！第二关这个是禁销案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们有迷豆子，直接把案炸掉，开给各位看好不好？超帅！哦，是不是？是不是高潮了？然后这边呢？这边怎么转？完全不用转。哎呀，小朋友都会玩的好不好？小朋友都会玩的游戏啊，太简单了。以前都要想什么？想什么路径啊？怎么叠珠啊？现在不用，技能开一开就过去了。那这边是什么？六 combo。六 C 是不是？啊，这个六 C 也是轻轻松松啊。我们看能不能手转过去。一、二、这样。一二三四五六。怎么办？我好强，我快受不了我自己了。真是天才，真是天才。对不起啊，各位。首回合召唤师的生命力剩下一，一回合之内每移动一步，对召唤师造成5000点伤害。所以这边就不能移动的意思吧？那不能移动怎么办？我们找蝴蝶忍把这个附加状态消除，好不好？太简单了。有没有？这个血马上又满了。开个声音，太小声了。然后开炭治郎，第一招啊，再加第二招，好不好？直接给他开下去，然后再开第一招火之神神乐。哎呦！技能开好开满，然后就不用转了。这游戏就是这么简单，不用转珠，真的不用转珠。哦，哎呦，这特效满分啊！各位，这特效真的是满分啊，有够帅，潮到出水。这边是以指定的形状消除光腐蚀，不可连同旁边的形状的腐蚀。像这种拼图盾呢，就是要把那个颜色拼到这个什么。这个拼图里面啊，但是呢，我没有善意，好不好？我没有善意，直接无视拼图盾。哦，哇，真的是潮到出水。然后呢，也不用转珠，好不好？也不用转珠，直接放开。不是，阿佐没死。等一下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，阿北真的出事了。这里也不用慌啊，我们就把这个光珠拼进去就好了。是不是非常简单？这边是，干！我们先把血回满，然后滤出足够多的光珠，把这个光珠留下来。OK， 这样可以吧 ？OK。一二三四五，五颗应该够吧？这里的话呢，先把它拼进去，把它拼过来。我现在很紧张。OK 吧？哦，可以嘛！我吓死我，真的吓死我！一二三五滴，这个血量吓死我。所以这个故事告诉各位，不要太嚣张，真的要好好转啊，还是要转珠的好不好？那这里呢？这里炭治郎直接开起来，全集中水之呼吸，再变身好不好？变身火之神神乐，火之神神乐，再火之神神乐，可以啊，直接开爆 ，OK， 然后不用转。哎呀，太强了！这个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万百十一百一千亿，哇！
9000亿啊！蜘蛛网每回合随机8个位置出现蜘蛛网，其后每个敌人发动攻击时，写那么长谁看得完啊？不管了、啊，先开再说啊！我们先开迷斗人，给机制，把机制哦，再来，再来就是高潮了，各位，高潮了，富冈义勇开起来。全集中，水の呼吸，11の型。哦，射了吧，射了吧！这里呢，我们就稍微转一下就好了。对，稍微转一下，可以吧？这样应该会死吧？应该是会啦。OK， 完美，好不好？真的是完美。我们来到最后一关啦、啊，封锁所有成员的主动技能及攻击三回合。啊，没事没事，这边我们。义勇不会被锁，好不好？我们直接靠一只义勇打死他。这边要首批消除6 combo， 嗯，轻轻松松啊！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哎，太轻松了吧？这游戏怎么这么简单啊？我用脚来玩都会赢，好不好？真的，你只要抽到炭治郎，用脚玩都赢啊！没错，就是这么简单，什么地狱级？根本跟小朋友难度差不多，我下一次就用用脚趾头转，下一次用脚趾头转。好啦，那我们这次这个鬼灭之刃啊，不是这个神魔之塔的鬼灭之刃合作呢，就玩到这边好不好？我只是想跟各位讲，我想抽卡，对我想抽卡。那我这个 ID 是什么？40572878。那如果也有玩的，可以加我一下好不好？可以加我一下，我们可以在神魔之塔上面并肩作战啊。虽然我可能不知道你是谁，但是我们的心就像大哥一样，不会分离，好不好？不会分离。对，我也不知道讲什么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喽！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频道，拜拜。三の型、流流舞。三の型、流流舞。